最近的港剧《宫心计二》刚播出不久，就有很多观众表示这部剧看起来很过瘾，演员们演得都很棒。看来这么多年的港剧都是大家熟悉的老演员，比如电视剧第一集出镜的米雪就很让人惊艳，一身白色衣服，头上戴着精致的头饰，看起来真的很美。米雪出道多年，演绎过的作品有很多，几乎每一部都有很好的表现，不愧为有实力的演员。米雪饰演的黄蓉也是非常经典，属于美若天仙级别的人物，但是在感情上却是让人心疼。当年成龙追了米雪很多年，已经是圈里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，可惜两人交往不久后，成龙却到美国发展，两人相聚很多，见面的机会也很少，这段感情最后还是分手收场。离开了成龙后，米雪和尹志强相恋，但是尹志强之后患上了鼻咽癌，米雪不愿离开尹志强，就这样陪伴了24年，尹志强去世，到现在米雪都没有恋爱，一直单身到现在。如今62岁的米雪也是活出了自己，图中是米雪的近照，看上去像40岁，美若天仙。